这场比赛是中国女篮对阵美国队的比赛，现在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四节。在陆文这个中距离投进之后，场上比分55-47，中国队领先8分。第四节上来，咱们场上阵容内线是14号黄平，13号孙梦然，前锋是10号邵婷，10号陆文，7号邵婷，后卫是5号陈小佳，已经美国队直接甩出界了。给了中国队球权，现在领先8分，中国女篮也是有机会首次战胜美国队。这场比赛中国队打的是真棒，打到现在能领先8分。小佳给到陆文，3分球，短了一点，陆文再起，好球，领先10分。第四节陆文连拿4分。篮板球，篮板黄平的封盖，给了中国队球权。哎，这球裁判最后又改判了，给了美国队球。这球美国队没看表啊，24秒违例。小佳给到邵婷，孙梦然，再分陈小佳，黄平中投，篮板球，孙梦然，再给陆文，邵婷中投，哎呦，这就被盖掉了。邵婷把球给破坏出界，还是前场球。回防违例。第四节上来，美国队还没有得分。好球，陈小佳一个高难度的擦板投篮。59-49，给到无敌陈小佳，再回个无敌，转身中投，好球！王思静的封盖，在中国队是5个盖帽，美国队这边是2个。给了一个防守犯规，前4分钟防的真不错。金文娜给到无敌，再给黄思静，这球翻腕了。这禁区内人仰马翻啊，美国队2名球员都在禁区内摔倒了。中国
国队给追一了，美国队这段时间是加强了这个对于篮下的这个冲击。地上全是汗，保送，再给到陈凤，保送黄思静啊，中距离好球，黄思静打球就是霸气。这段时间美国队就是强攻内线，这次是造成了杀伤，吹了金维纳的犯规。别，哎呦，这球直接被断掉了。但是美国队这边上篮也是上成这个样子。这是在跳舞吗？步子突然乱了。比赛还有四分多钟，中队可以说是胜利在望，但是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，不能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。小凤，好球，顶着对手中距离直接投进。这一节我们的手感是真好，这球退防做的不太好，刚打进就被对手追着屁股打了一个反击。小凤再来一个，好球。手感来了，谁也挡不住。那美国队也是，就像之前说的，连续的冲击内线，这段得分效率还是挺高的。迪维纳，再给黄思静，要给高松。这球裁判给了打手犯规两罚，每个队九号打手犯规，今天是男篮篮板后归复的托尔维斯。丁娜给到高松，武迪，再给高松空位的中投，哎呦，这就可惜了。这球是吹了陈凤的犯规。
给了四次罚球，一个都没罚进。裁判给机会，但是美国队把握不住啊！这场比赛注定要中国队赢球了。黄思京这个勾手不中，哇，这球还是厉害！三个人的人缝中钻过去上篮打进。小婷。再给黄平，郑小佳，这个中距离没有，黄思京转身上篮还是没有啊，少廷再给到黄平，少廷这球吹了犯规，少廷两罚的机会。这个上篮没进，但是美国队一个前篮板二次进攻得手。中国队陈小佳是被顶翻在地啊，捂着自己的肚子，表情非常痛苦。这下顶得很凶啊！问题不大，接着打。孙梦然再给陈小佳，这球是美国队这边的犯规，他们的犯规满了，陈小佳罚球了。两罚不中，这有点可惜了。刚才撞的那一下可能还是有影响。三分不中，这又是把陈小佳给撂倒了。美国队打到最后的动作是越来越大，那比赛谁都不想输。一罚还是没有。第二发有了，领先八分，还有一分半的时间。哇，美国队这段确实连续的冲击篮下效果还是很好，分差缩小到六分。裁判警告一下，不要乱丢球。因为这时候一定最重要的是控制好失误。压一压时间，给到陈小佳，孙梦然持球过半场，少廷，还是陆文，陆文应该是要自己单打吗？扑进来，哎呦，这球被盖住了底线，这波进攻时间只有三秒了。
扫停空接，这球被盖掉，再起，好球。小家抢断，不着急了，压时间了。徐梦然上篮没有，这球是出界了，中队边线球，这个打到徐梦然的脖子上了，这是直接吹了犯规，因为犯规战术啊，鲁恩的罚球。罚全中，领先十分，他们在中队赢了。最后时刻，少廷的那个两分是非常的关键。二加一，觉醒，但是为时已晚，这场比赛胜利是属于中国队，最后只有十一秒的时间了。现场观众是看嗨了呀，这场球。蒂文纳再给无敌，有那中投，这样全场比赛结束，中国女篮最终75-68，七分的优势战胜美国队，现场是一片欢腾啊。